古琴艺术。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，承载着中国的礼乐精神，寄托着中华文人的思想与情操。相传古琴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。古琴的形制在汉代逐渐发展完备。古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比如琴头长3尺6寸5分，象征1年365天；琴头宽6寸，象征东南西北、苍天厚土；琴尾4寸，象征四季交替、生生不息。古琴的13个徽位代表12月与闰月，发挥着标记音位的作用。小到风花雪月，大到家国天下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古琴都代表着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君子气节，寄托着中华民族对国泰民安、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。让我们泡一壶花茶，听一首琴曲，感受穿越千年的音律和古代圣贤的琴音心声，获得身心的自由与伸展。